作为我镇最早由房地产楼盘引进的民办学校，莱恩中英文学校以其完善的配置、先进的理念、深厚的资质，办出了双语学校的特色，创立了自己的品牌。青青草地，师生们围成一圈，一起用英语流利的交谈，愉快地讨论着。这是记者在莱恩中英文学校看到的情景。我哋上堂咧就唔会话好似以前嗰啲几廿年前嘅 talk and talk， 即系只系先生讲，学生听。我哋系有一种互动啦 ，interaction 啦，即系喺课堂亦都有好多活动啊，或者有啲作业咧，等到学生咧唔系话净系听，自己去思考，自己去谂个答案嘅。作为一间以双语教学为特色的民办学校，该校以英语和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及沟通工具。重视英语和计算机的培训，课堂教学除使用先进多媒体教学设备和软件外，特别聘请了外籍教师以纯正英语授课，培养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。我哋老师咧同埋学生之间咧嘅感情都好好嘅，咁所以咧佢哋喺互相去倾谈嘅时候，即使用英语，亦都会好流畅，亦都会咧唔介意大家之间嘅交流嘅。该校全方位多元化的教育，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，发掘和培养个人不同的潜能和专长。我哋希望培训我哋啲学生咧，能够系迎合呢个国际嘅需要吓，喺个科技方面咧，电脑科技方面，同埋英语个沟通方面咧，都能够系达到一个好高嘅水平。本次的新闻播送完了，谢谢收看。